家吗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的房间变成这样了，又我说吧。鲍兰的房间就这么变成了凯蒂的房间了呀？哦，真的很不错。我给你弹钢琴。哦，但是好奇怪呀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的。哦，我很善良啊！哦，听到了，很好听，有个很好听的曲子。可是宝拉，我好饿，刚踢完球回来的，能给我点吃的吗？我现在好饿呀，马上给我做吧。宝拉啊，在这儿可以做东西吃吗？我现在好饿呀，马上给我做吧。饭都好了吗？要赶快去看呢。哇，宝兰，这都是你准备的吗？赶快吃吧。哦，盖子打不开呀。宝兰啊，这个我也想吃，可是现在我好像很晚了，感觉会被妈妈骂，要赶快回去。啊，那我给你加巴士吧，是快快巴士吧，给我们家发个巴士过来吧。你不是叫出租车，竟然给交了个巴士。巴士，巴士来了。那里到了，去坐巴士吧。你怎么上来了？下次再来玩。再见。拜拜。巴士怎么砰的砰的？